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四下午18点，尊享《密室大逃脱》第四季大神版。上班了，上班了！欢迎各位参加 MT 游戏公司的面试。为什么这公司不开灯了？领导，领导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做出这种幼稚的行为来耽误大家的工作。Excel Word OP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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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芝麻开门，我是李。这里是我们公司游戏内测室。咋出来了？咋出来了？游戏时间到。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印章，之后如果你需要离开公司，可凭此印章离开。快快快！你们和我们一起逃跑。啊，我们去二楼那个地方，可以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要进去拿钥匙啊。厉害，在他们中间招募了一个新员工。你有奸细，刚才出来很怪。那我觉得就是他。你是真的还是卧底？那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？超了，超了。安保，安保响了，安保响了。怎么突然响了？来不及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走走。赵明明往后退，我赵明明不要往前走了。那我在哪？悲剧了，悲剧了，悲剧了！大家出来吧，大家出来吧，大家出来吧！安保，安保响了，安保响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突然响了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超了，超了！什么意思呀？你是谁？我们是公司光荣的实习生。你在干嘛？迷路了。这里不让进，不知道吗？这里不让进，不知道吗？赶紧离开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同事去哪儿了？我们同事去哪儿了？哪有什么同事，就我们三个人。来，给大哥剥个橘子，快！辛苦了。站好，后退。再让我们发现的话，把你们抓到地面警局。去哪儿？嗯。我还在往前走，你知道吗？闭嘴，那怎么保定？让你别说话，你怎么在自言自语呢？唱歌呢，我学声乐的。吊声吊嗓。那我们现在进去吗？这样吧，你去我那个。这是吗？对对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，小点声。在那
就要进闭室了。我是不是在这儿？对，这有一秒下吗？就前面，就前面，左左边，左左边。哪里是电表箱呀？明明你的右上方，右上方是电表箱，应该右边，对，这个地方。啊，我操！算了。喂喂，紧张紧张。我到这儿了，然后我现在左拐，对吧？我前面是什么东西？大概帮我分析一下。你前面没有东西，就走就可以了。你前面左拐就完事儿。不是，右边，右边。什么东西在打我？我被揍了，呜呜，委屈。他会突然出来一个大手，你可以尝试趴下，他有可能就打不到你。皇子起身以后有两阶台阶，然后上面就是电表箱。等一下，我缓一缓。皇子，你自己缓一缓啊。我的电表箱在哪儿？扶一心左边，扶一心左边。皮箱，皮箱，皮箱。你谁？我安导。啊，你那个啥，你摸一下左边，左边那个绿灯的那个附近，你找一下，是电箱吗？怎么有那么远？没有死死了呀！准备已经四个了。我天哪，这个好难啊！